多小朋友小时候都有这样的状况，长大之后就慢慢忘记了。至于他所说的前世是不是真的，我还不能确定。你相信他说的那些话？他最近常说一些奇怪的话，他自己跑到围墙那边说要去找以前的妈妈。我不懂为什么是以前的妈妈。呀，我要去找以前的妈妈。你现在的妈妈不是你真正的妈妈喽？那你爸爸呢？您说现在的爸爸还是？爸爸也有分现在跟以前的啊。你就把他顾好就好了，我家的事轮不到你来说。为什么照顾一样变成我一个人的事情？啊你嘞？我好久没回家了，我以前的妈妈对我很好。不准拿我跟她比，我才是你妈。就算儿子说的是真的，你们找到又能怎么样？那就能证明我们疑案没有问题啊。我们是不是走错路啦？